对啊，这有这天下和平统一的观念啊。哎，我们来统一嘛，好不好？你爱统一，我你大陆爱统一，我们来统一嘛，统一全部讲英文嘛。哎，为什么不行？哎，对不对？这不是心胸更宽阔，是不是？这个，比方说这个地球啊，这我们有一个统一世界的一个观念。哎，为什么你要听我的，不是我听你的？不是，为什么我要听你的，不是你听我的？是不是？好，我们来统一好了，全世界讲中文也可以，全世界讲英文那也可以呀、啊。对不对？我们就要统一嘛！我们全部世界用五星，用星条旗嘛，好不好？我们来做这个，哎，我们来做这个啊！我们全部世界用星条旗啊，可以啊，对不对？哎，你可以叫新疆这个西藏用你五星旗，那我可以叫你五星旗用星条旗啊，哎，对不对？你有没有觉得很妙？哎，我跟你一样啊，我是黄种人，对不对？我们统一天下的观念嘛，这为什么一定要这个人家讲我们的中文啊？我们为什么不能讲人家英文啊？是不是？我们要统一嘛，全部讲英文，全部用星条旗，全部叫美国，对吧？我们都是 American，哎，不是很妙吗？那为什么不行啊？哎，也是可以呀、啊，对不对？也是可以呀、啊，不是要统一吗？那统一讲英文嘛，统一星条旗嘛。统一当美国人嘛，哎，也是可以嘛，为什么不行？不是有天下的观念吗？